睡了一觉起床了。Later。 你今天考的是什么？面试。早上5点钟我就起床来送他过来考试，现在终于考完了，估计会过。上次也是我带你过来你就过了，还让你去吃顿好的，今天一样吃顿好的，那绝对就会过，应该是。走。才11点钟就过来了，我们早上专门饿了，饿了一早上。你早上吃了什么？一个豆浆，一个半杯豆浆，一个鸡蛋。那我也差不多，我吃2个鸡蛋。我现在已经很饿了。今天中午，听说是福州海鲜自助餐的天花板，人均400块，里面各种食材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在这里等着。接下来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里面的海鲜以及各种食材啊，老板也没给我打钱，我自己也不是托。这是九节虾，非常的漂亮，我不乱挑的。有喜欢吃面包蟹的同学可以扣个一。这种炒虾肉质的话比较粗糙，没想到还有佛跳墙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这牡丹虾和北极甜虾用来做刺身真的是一绝，还有我从来没吃过的海胆以及帝王蟹都是无限供应。水果和酒水呢也是非常的丰富。这个是鱼翅，然后慢慢是燕窝，这个是鸡尾，就一个位置有一份。可以二选一，你来了！我天哪，吃好！那边好多熟食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什么不好意思？今天吃回本那边哦，我们今天是拼桌，他只有一个人，看着我们两个撒狗粮吗？我都不好意思去拿了，这牛逼，怎么这么好吃的呀？来，第一次吃鹅肝，这个是我有鱼子，你先尝一下。我有，我知道，我给你拿着。嗯。什么感觉？一口就五的话那种，你尝尝。那个第一次吃这个鹅肝，真的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入口即化的口感，然后特别香，然后脂肪呢也非常的饱满。搭配这个上面那个好像是鱼子，黑色的，然后它有点脆，又有点软，口感特别有层次。哇，这个上面这个肚子，来走，你吃吧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。羊排，这个羊排干几块真的就快饱。这九节虾，这边随便捞。我煮了一碗，这九节虾特别贵啊！现在那个商场、超市里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斤，是真的？真的呀，九节虾。九节虾，虽然这个比较小啊，比较小，但是它也是九节虾。嗯，除了这个虾，你能吃多吃几斤就回本了。对，怎么可能回得了本？我今天吃的话，刺身还有虾刺比较多，东星斑，还有那个象拔蚌，鹅肝，来两粒小米辣，再来点柠檬汁儿。表情好，实在是不好受，又酸又辣，然后呢生蚝本身特别细滑，感觉滑的不行。这样秘制蘸料，牛肉一点也不柴。你为什么还能吃啊，哥？这叫饭后随意甜点。你这个甜点是不是多了点啊？哦，我天！还慢慢吃嘛。你吃个这个吧，这个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冰淇淋。我不吃。冰淇淋又不占肚。我不吃。这个是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哦。管你啥达斯，我都不想吃现在。嗯，很好吃。哇，真的香，这个很细滑。我知道我今天吃我就肯定打标签，又是生的，又是冰的，又是辣的，每个都是帝王蟹哟。偷第一会儿吃帝王蟹，一定要拍个视频记录一下。我勒
肉确实。哇哦。确实不一般了，哎呦！我那个肉菜，哎呀，你给我下来嘛！哎。嗯，看着多好吃。李姐，那个是这个是不限量的。好了，你们觉得这个400元怎么样？